同学与观众，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收看我们证券经营实务课程的播出。今天来到我们第十四讲，全球证券市场 （Global Security Market）。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郑天宇分析师啊。郑分析师他不但是在国内有开设这些啊投资的金融的一些课程之外，他在他的网络啊这个粉丝团也常常啊分享他的投资经验给一些投资人。郑老师。 啊，谢谢各位啊，我是郑老师。那我们为什么要跟各位啊谈到有关于全球的证券市场？我想对于一些长期投资股票的呃投资的呃年龄达到啊二十年以上的都了解，在一九九零年代的时候，当时日本是全世界的三大经济体之一，所以一大早起来啊一定会看日经指数到底今天的啊收盘是如何。那在两千零 两千年以后的话，哈，我们一般来讲注重的一个焦点 focus 就是在美国道琼以及它的呃 S P M P 五百或是纳斯达，哦，一一早起来就是要看说啊，昨天晚上的话到到底美国的股市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好像是出了一个定定心丸。嗯、那当然刚开始的话，哦，都以电子股为主，哈，像啊一般会看的，就像以前的话美光，哈，美光之后的话，整个焦点又移到所谓苹果。 那到了大概哦中国大陆的一个崛起之后，呃呃，同学在做股票的时候就更辛苦的，因为我们在美国或许它是大涨的，但是一大早起来，你看美国大涨之后，到了呃九点多的时候，你就要必须要注意到香港的股市以以及哦、呃、那个中国大陆的股市，所以啊、呃、对全球化的呃一个股市的一个变化，呃每一个同学也、欸、就是每一个投资者就是必须。 作为你投资的一个啊参考啊，这是现在哦投资者非常忙的原因之一。好的，谢谢呃郑老师的说明。那我们在这个讲次当中啊，来到一个比较大的单元，从第十四讲开始，这个全球证券市场。那紧接下来的我们十五讲的啊台湾的证券市场，十六讲的美国证券市场，十七讲的这个日本、韩国的证券市场，以及最后一讲次的这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证券市场。 啊，将这些啊、呃、重要的这些啊证券市场，都在我们这个讲座把它纳入进来。那在这个第十四讲，我们的学习重点啊，依照惯例有三个大重点。那首先第一点呢、啊，我们将针对全球化证券投资的观念的建立。那通常这个有所谓这个国际投资、全球投资，这个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们在观念上的建立，以及什么叫海外证券呢？这些基本的观念，我们先一一的厘清。 接下来，第一个投资的重点就是要全球投资的实物。那我们要介绍全球化证券投资的特征、方法，还有它的注意的事项，以及啊，我们稍后这个呃，用这个电脑来跟同学说明这个重要的一些呃市场的一个基本的介绍。另外就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新兴市场的一个投资的动向跟趋势，跟同学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好的，那回答我们这个啊，讲座的第一个重点，所谓这个全球。 啊，投资证券投资的一个观念的建立。那我们首先来针对两个英文字来做说明，一个是 international，就是国际跟 global 这两个国际投资跟所谓的全球投资差在哪一边呢？因为照一般来讲，我们是站在一个美国人的一个立场来说明的。那如果是呃这个啊投资啊是含美国它本身国内的投资的一个啊、呃、很大的一个地球村的观念，这、就是全球的。那如果不含的话， 就是不含美国这个，它本身国内的一个投资的话，这、就是属于 international 的国际的投资。所以说这个比例上来看的话，还是这个全球投资是大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呃、国际投资，因为国际投资要扣掉国内的一个概念。好、哦，那不过因为现在是一个地球村的观念，那有时候我们这个是投资这个啊、呃、外国的呃公司的。 这个呃标的，那有些人是外国人来投资本国的公司，那这种地球的关系慢慢都很混淆。比如來说我们在台湾呢、啊，有一些台侨老一辈的台侨，他移民到这个洛杉矶去这个啊、呃、移民，他可是他很关心国内股市，想参与投资，现在也是可以台侨在美国的国内那投资台湾的股票，因为我们可以用利用网络去做投资，所以说只要一个概念是地球村的这些啊、呃、观念，那我们这样子展开全球的投资。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不过要在年清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海外证券的一个问题啊。什么是海外证券？什么是国内的证券呢？这是一种观念上的问题。那比如来说，呃，有些日本公司啊，像这个比较大的一家投资大公司，他去美国设厂，那已经变成美国的法人，又回到日本去发行以美元计价的这个啊公债，诶、欸，这个股这个他的公司债。那这样子，这样发行是对这个日本投资者是他是国内证券还是海外证券呢？ 这个很难分，或者是我们在前一个讲座讲到的，这个我们去这个台湾的第一上市，在台湾，第二上市到美国的 A D 二，或者是日本的公司来台湾发行的 G T D 二，那这样又很难分。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就这样分就好了。以后你投资个金融商品，它的计价方式只要是以外币计价的，那我们就叫啊称、呃、作海外证券啊、哦，这个 Foreign Security 哦，这是以上这个观念需要厘清的。 好，那关念厘清之后，我们就赶快来进入这个呃，这个全球证券投资的实物的部分。那首先呢、啊，我们要了解哈、哦，这个这个它的一个特征。那首先呢、啊，我们要呃厘清的一个观念、就是汇率的问题。哈、哦，我们在这个教科书上啊举个例子，哈、哦，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呃，你去 A 公司的股价哈、哦、是用美元计价，你去投资这个啊、呃、美国这个上市的这个公司啊，从一百块那涨了五 percent。 变成一百零五美元，这个投资收益很简单，就是五趴的一个啊，这个你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利润。不过在投资的期间当中啊，啊，因为我们设想我们是用这个日元计价的，这样比较方便哈、哦。那个日元啊，这个对这个美元的这个呃汇率啊，从一百块啊啊这个美元的部分贬值到九十日元，那意思就是美元你投资的标的是贬值的，可是你。 啊，汇出去的成本是升值的。那这时候啊，虽然你有赚到五趴的投资收益，可这时候、啊、我们这个呃美金计价的投资收益只有五趴。可是你的汇率的一个损失啊，就是十趴。那这样折算出来啊，啊变成零点九四五。那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损失到五点五帕这个损失。那所以说，我们全球化投资啊，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汇率的问题。那我们投资股票啊。 这个如果是不懂汇率的话，真的是呃不见，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汇率的一个问题啊，是我们展开这个全球化投资最重要一个特征。另外啊，我们这个投资的要点的部分呢、啊，提供两点。好，我们这个投资全球化的要点呢、啊，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这个这个产品，这金融商品的多样化好、哦，那个投资发行这个数量这个数目非常众多，那你有限的这些资金怎么去 focus 你要投资的商品？ 啊、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啊、呃，你的要去做判断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金融环境的一个啊、呃，由于这个金融商品的充实化，你如果是选对标的股啊，这个的话在全球化，因为这个投资的对象的这个增多，所以说你变成你不得不啊更加的去了解啊、呃、个股或是各个标的它的一个情况。另外第二个要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是以美式金融资本主义为主的一个全球化投资的时代。 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资讯的取得啊，是啊、呃、很重要的一个法宝。那我们这个，我们很重视这个呃资讯的话，是以英文为主的，所以这个这个语文能力、英文的能力的提升啊，也是我们在全球化投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由于时间的关系，让我们暂坐休息。 好，那由于投资的一个充实化、全球化，这个投资啊，会让这个投资的这个标的物啊变得很多。那我们投资的对象啊，哈，就会跟一般我们做国内投资不太一样。那举例来说啊，我们这个投资的这个标的物啊，啊，有这个所谓的全球的一个大品牌哦，然、啊、后是一些类股，在台湾是没有了啊。比如说能源类股好了，能源类股在台湾因为台湾是一个啊比较缺乏这个天然资源的。 这些矿产呐、啊，或是石油、煤气，这个很少的。那通常我们只会去买这个啊、呃，代表叫台塑化，是一个能源股的代表。不过，这个全球化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啊，这些啊啊、呃、不同性质的公司的一些什么股票跟标的，是比国内来来的丰富。那最主要，这跟台湾比较不同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全球化品牌的这些公司啊，啊、哦，比如像可口可乐啊，哦，还有 PNG 啊，雀巢啊、哦，这些全球的大品牌这些公司啊。 它一个啊、呃、投资标的，你不但能够啊、呃、能够充实去了解这些公司的一个性质之外、呃，你增加这个投资的对象的一个标的。那另外就是呃补充就是，好、呃、像这个能源哈，就、哦、像这个澳洲啊，它出了很多的铁矿，那这些出产铁矿的公司啊，这个在台湾也是没有，所以你投资对对象就增加了。那另外最重要的是啊、哦，比如像一些创新的产业哈、哦，像我们的近期里面这个电动车啊。哦 这个在美国有一家很大的公司，那这在台湾呢、啊，它就会互相的影响到。哎、欸，供应这家呃未来创新产业的这个啊投资标的啊，它就可以延伸到它下游供应链在台湾有哪些公司。所以这样的 connection 啊，对我们全球投资对象的了解啊，有增进我们大家去了解未来整个一个投资产业的一个方向。这是以上三点，我们这个所谓投资对象的扩大。那不过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到就是风险的问题。 好、哦，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那些部分呢、啊？我们要请这个郑老师，是不是该给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全球投资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哪些啊啊、呃、注意的要点？啊、哦，谢谢。那当然，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产业的一个动向哈、哦。那各位要了解到哈、哦，如果是你是一个投资者，那一大早起来你就必须要观察哦，美国啊昨天的呃道琼或者任何的呃纳斯达等等啊哪些产业的话，它是。 呃，上涨的那一般来讲，它的如果上涨的话，我们国内的相关个股都会上涨。那我们举来举例来说明啊、哦，就像说贾博斯创造的 iPad、iPhone 啊、哦，也就是智慧型手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苹果的。 呃，股价的话一直呃上涨到七百多块钱，那各位就会创造出台湾的一些所谓瓶盖股啊。只要苹果的话，它卖得好，它的股价上涨的话，我们这些瓶盖股大概就是会上涨。那一直到二零一三年，也就是呃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哦，有关于高智慧型手机的话，它的销售量已经慢慢的不像我们以前啊想象的那么好。最主要原因的话，哦就是说它已经创新到一个程度之后，那它要在呃…… 变成有一个呃新的模样出来很困难。第二个，他可能会加强他所谓的。 呃，整个手机里面的一个功能，那加强这个功能，够这些功能可能用到的不是很多，但是它会增加它的成本，降低它的毛利率。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了解到说，有关于瓶盖股，当苹果哦、呃、要推出新的产品的状况之下，那当然电视上有很多分析师就会讲到瓶盖股可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哦产业，但是各位要注意到，你要思考这个产业是不是要成熟的。那我们也更了解到一点啊、呃，中国大陆他们推出来所谓的哦、呃、低价的智慧型。 手机在这种状况之下，高价的智慧型手机，它的竞争力就没有了。这个是各位必须要去思考一个产业。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产业要跟各位谈一下，就是说有关于汽车产业。各位要了解，在美国两千零五年，哦，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换车潮。在美国，一般来讲是每五年就做一个换车潮，但是在了两千零八年刚好金融海啸，所以一直延递到二零一三年，也就是今年的话，美国开始，也就是哦换车潮又。 呃，响起哈，那我们一般估计到二零一四年都是它的换车潮。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又了解到说，呃，目前的话，啊，美国最最有名的就是呃一个创新，刚才徐老师也讲到，就是电动车。那电动车的概念股，各位就要注意啊，以及我们的电子零组件的这相关的个股，各位就要注意到。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一般汽车。 的零件的话，包括两种，一种是 OEM，好，另一种就 a N a N，就是售后服务。那一般来讲，我们买了汽车之后，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是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四年是一个汽车的换车潮，那大概两年之后你必须要维修，那就是售后服务。那有关于售后服务这个就是一个产业的动向。如果美国相关这方面的一个产业啊都股票都是上涨的，那台湾的话就会带动啊，这所以各位要。 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看一个产业是看未来的，那你投资股票，股价会不会涨也是要看未来的，哦，这样你才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战胜，了哦，整个市场。那第二个，我们要跟各位谈到，哦，新兴市场你必须要考虑的风险。那新兴市场的话，为什么它的风险比较大？当然风险比较大，当然它的报酬率就会比较高。所以一般来讲，像哦，以开发中的国家，像呃。 呃，美国它其实实施的 Q1 Q1 two、Q 呃，一直到 Q1 four 哈，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就大量印钱。那这些钱的话，当然它就是会跑到哦、呃、所谓的哦、呃、我们的金融资产变动比较大的，也就是风险比较大、相对报酬率比较高的呃东西，也就是新兴市场这些这个呃市场来获得它比较大的报酬率。但是在二零一三年开始，我们就有听到说 Q1。 哦，可能会退场。那这个可能会退场的状况之下的话，哦，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哦，当他在印钱的时候，钱流到这些新兴市场。好、哦，那这个新兴市场的话，当然它的货币就会升值。那货币会升值的状况之下的话，当然它的哦要通，因为它的货币比较价值，买进来的东西相对便宜，它就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没有利率提高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安全的。当 q e 要退潮的时候，就会变成怎么样？也、欸、就是说，这些钱哦移移出这些。 啊、哦，新兴市场这个钱回到美国的状况之下，那这些货币就会贬值。那这些货币在贬值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他买进来进口的东西会比较贵，就有通膨的问题。那有通膨的问题的话，就会利率就会提高。那这个对股市绝对是一个伤害。所以这个是我们新兴市场，它的风险大，当然报酬率也高。再来第三个，我们要跟各位谈到有关于哦会计呃方法的一个差异性。 那我们要了解哈，我们台湾从二零一三年开始实施所谓的国际会计准则。那其他的国呃，大概有一百一十五年哦。国际会计准则是从二零一二年开始实施。那实施这个准则，各位就要了解，像说我们这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的产业当中，各位最可以注意就是有关于银建股哈。那银建股的话，各位以前的话，它的呃呃它的营收是怎么样列的？它是可以用不软光滑。 以及全部完工法。那现在的话，全部用全部完工法。那只要各位在做投资的时候，你只要知道说，哎，这一家建案的话开始要盖了，你就可以算它大概几年可以完成。那，那你就可以做一个推估。那一般来讲，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早一年去买它，一般来讲都可以获利。啊、哦，这、就、个是有关于啊、哦、会计方法的一个差异。哦，这个各位必须要了解的。好的，那谢谢那个郑老师提供三点。 啊，这个投资全球证券市场啊，必须注意的一些要点。那接下来，我们想针对你投资这个全球化的投资啊，它的一个方法跟你的策略。那基本上啊，我们提供一个很简单的叫做“三三法则”的一个策略。哦，我们举例来说，你啊，一个投资人啊，他已经慢慢的啊，了解到这个。 啊，基本的这些总体经济的变化，而且很注意到这个国内外这个总体经济的变化，还有一些汇率、国际金融的一些知识之后，我们就可以展开我们这个所谓全球化的一个布局。那这个三章法则是这样子的哈，啊，我们个人的资产的总额，哦，那的三分之一，3, 那我们假设 x，那我们用数目字可能来代比较方便。假设你的这个呃个人资产有两百七十万，那两百七十万的这个三分之一就是九十万。 这第一个三就三分之一，这九十万啊，两百七十万的三分之一，这个九十万 x，那你可以把它啊分成三个部分啊去投资这个全球的一个啊证券投资的一个标的。第一个标的呀、啊，我们锁定在世界产业啊这个领先的企业，哈、哦，在一个时代、啊、都有一个时代它一个领先跟创新的产业啊，比如说刚才这个郑老师讲的这个啊苹果概念股，这个苹果或者这个未来的电动车。 好，Tesla 以后这些啊产业啊，你可以啊是啊未来一个创新的东西，从无到有的这个啊标的啊啊，这个通常是在美国哈呃才有这个产业，因为美国是全世界创新啊最厉害的地方，这个毋庸置疑。那接下来我们要啊投资在比较有利的这些新兴国家的企业啊，因为我们这个地球啊只有一个，那我们这些新兴国家他们一个啊所谓的一个人口。 跟这个所谓的矿产、物产这一部分啊，都相当的丰富。那不过就是选择的时机点，好，我们必须要选择比较积极的啊，不要说哎、欸、已经被炒高的这个机器太高了。这时候我们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九十万的三分之一就是三十万，你投资在这边就不太对哦。我们要选择在低企低的时候进入这个所谓的新兴国家的企业。另外呢，三十万九十万的三分之一啊，我们就配置在自然资源跟这个原材料的部分。 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啊，每一个人都要过这个所谓美国式生活，美国式生活就是要大量消费。那因为地球只有一个，那我们要的自然资源呢，永远啊，这个不会寂寞的。那所以说，我们可以把三分之一这个资产，好，这是你的啊九十万的三分之一三十万再投资到这个啊所谓的这些啊原物料跟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这些企业国家的一个投资标的啊。我们稍作休息。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一个这个单元啊，将进入这个新兴市场的投资啊，一个动向跟趋势。那我们这个新兴市场，什么叫新兴市场呢？我想这是一个美国人的观念哈，去做一个啊所谓的定义的一个解释。那全球的经济啊啊，从这个八零年代，我们这个第一次看到新兴国家族群，那我们简称叫 NICs，那这个代表就是我们台湾这个啊含在内的这个亚洲四小龙，台湾。 啊，香港、新加坡、韩国，这个二十几年前呢、啊，我们就变成为一个新兴国家的一个焦点所在。那到了九零年代啊，另外一个新兴的名字叫 BRICS 哈、哦，金砖四国哈、哦，这个 Brazil、啊、Russia、India 跟 China 啊、哦，这四个国家，巴西、二国、印度跟中国的一个崛起。那这时候这个时代、啊、就是在吹这个风，吹这个金砖四国的风潮。 好，那接下来到这个九零年代中期过后啊，另外有个新的名词，这个经济规模稍微比较小，人口大概在五千万左右啊，已经啊慢慢的这个市场啊开放，然后需要一些啊基本的基础建设开始的一些新兴国家啊，就啊慢慢的出来，有所谓的 Next Eleven 啊，这个金钻啊，金砖之外的金钻十一国，这个规模是比较稍微比较中型的啊，像这个孟加拉、埃及、印尼。 啊、哦，伊朗、韩国、墨西哥、Nigeria 啊、哦，这个奈举利亚，非洲的啊、哦，还有巴基斯坦、土耳其、菲律宾跟越南，啊、哦，那之后啊，呃，最最近期的话，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呃，这个大前沿一个趋势的分析师啊，又提出一个所谓的维他命食果。哈、哦，它刚好是 Vitamin、哦、这个 Ten 哈、哦，那这个包括就是它的英文字母，像这个第一个 V 就是 Vine 哈、哦，还有第二个 I 是 Indonesia，印尼。 那这个 T 的部分是 Thailand 跟 Turkey 哦，泰国跟土耳其啊，M 是所谓的 Mexico 哦，墨西哥。那 I 的部分是 Iran 跟 Iraq 这两个国家。另外这个非洲的，刚才金钻的呃 Eleven 也有包含在内的，Nigeria 哈，这个奈及利维啊，还有这个 A 的部分就是 Argentina 哈，呃阿根廷，还有最后一个啊 South 哈，Africa 哦，南非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投资这个趋势。那我们接下来想探讨一个问题，这些新兴国家。 他为什么会被看好？那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请这个呃郑老师啊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好的，那我们了解到两千零三年开始，我们提出的金砖四国，如同刚才徐老师讲的，包括巴西、印度以及中国、俄罗斯。哈，那之后的话，哦，他当然呃当时的對投对投资者来讲的话，他是蛮好。 公民意识哈，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投入到这些国家。当然，他们呃从两千零三年开始也带动了一波的经济成长。那慢慢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尤其在中国大陆，在两千零七年世界工厂关掉之后，取而代之的，我们就可以看看到东协这些新兴国家。 那我们在看到这个金砖四国里面的话，在我们二零一三年，我们一起它哦，就像印度的话，今年的经济增长大概百分之五哦，那包括俄罗斯、巴西大概百分之二点五，那跟以前比较起来真的是差很多。那两千零七年之后到两千零八年，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因为美国发生的金融海啸，那金融海啸的状况之下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呃，美国为了救哦。 呃呃，经济的状况之下，他们就扩张了财政政策以及所谓的货币政策，那利率一直调到哦，刚才跟各位谈到的，就是我们在零破损，也就零点零破损到零点二五之间。那当然造成资金移动到东水这些国家，也带动这些国家的一个繁荣。那最近起来，由于 Q E 哦开始要慢慢的收了，那收的状况之下，我刚才也跟各位谈到，那这些钱都会再移到美国。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些新兴市场的国家的哦股市哦。 呃，下跌，那当然这些股市下跌，我们的名目财富就会下降，当然对他们的经济会有影响。但是如果长期来看，这些国家各位可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这些新兴国家的现在的基础建设已经比以前好的很多，好，那这个会增加很多呃投资者进入到这些市场，好、哦，那我们举例来讲哈，我们现在哦市场上时常讲到越南的一个概念股，也就是说很多呃我们十几年前去投资越南的话，因为。 很多啊产业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有些成功的，一直慢慢经营到现在的话，他们在那个地方所所呃所生产的成本都比台湾中国大陆来的低，那当然就会创造他们的一个呃很高的毛利率，所以我们就看到最近的有一些哦、呃、在呃越南设厂的哦、呃、这些呃公司的话，他们的有关于。 呃，毛利率或是营收的话一直在创新高，当然股价也在创新高哦。这个当然基础设也很重要。再来的话，我们要了解这些新兴市场的话，以以往都没有所谓的外所谓外汇存底，那现在慢慢他们累积的外汇存底，那当然对他们的金呃金融的稳定会比较呃强劲一点。那当然从两千零七年到二零一三年今年的。 之前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也就全世界的经济是有这些东西，也就是新兴市场的支撑。但是二零一三年之后的话，我刚才讲到的就是 Q E 政策的一个撤回。所以最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哦，以开发中的国家，包括美国跟欧洲在支撑经济。但是我个人看法，哎，就是说，当我们的 Q E 呃这个已经真正在回呃就是呃撤退之后的话，那将来的话，这些所谓的新兴国家在经过一次的调整，我认为将来他们会。 啊，更有的一个竞争力，而且他们会支撑全世界的一个经济啊，所以，我们啊，对于呃新兴市场，长期来讲，还是一个看好。好，谢谢郑老师的说明。那我讲，我提出最后一个补充，就是说，我们投资证券市场啊，刚好要跟我们这个老板请员工是相反，老板就像员工是早出晚归，然后整天在奉献给他这个心力给公司的。那我们投资新兴市场，应该是这样？晚出。 早归怎么说呢？晚出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买的这个呃呃标的物啊，一定会比呃世界上这些资讯很丰富的投资银行来的比较晚，这是宿命的东西，你一定是晚。可是最重要的是、啊，你可以自己决定是早归啊，早一点啊，在、哦、看这个时事。像这个郑老师讲的，有这个系统风险或者一个大方向的改变，好、哦、像这 QE 要撤的时候，你就要嗅觉到这个问题，那赶快的撤出，那这样会比较好的。那最后有点时间了、啊，那我们进入这个呃。 这个网络的一个啊、呃、说明哈、哦，我们呢因为有一些重要的呃股市啊，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好的网站啊来跟同学做说明啊。这个网站就是如同这个屏幕呈现的是 s t a c k Q 啊、哦、啊 s t a c k Q，你有很多的 question 嘛，对不对？那你要去这个啊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去寻找，那这个 s t a c k Q 很好记的一个网站。 那、啊、十大个 Q 啊，当然就是把一些重要的这些汇率啦，那这个期货这些部分，甚至包括我们这整个证券市场都涵盖在里面啊。全世界这个啊、呃，一两百个这个市场都有规划在里面。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在我们教科书里面啊，最主要分成这三大的一个市场啊、哦，包括我们这边从右边看起来比较好，這是这个美国部分的。好、哦，那这在我们啊、呃、这个十六讲次的话会提到美国，样这个道琼工业。 纳斯达克 SP 五百，哈，这个美洲的这些啊、呃，我们的股市的行情啊，另外就是像这个我们欧洲的部分，哈、哦，欧洲的部分在台湾是比较少的，哈、哦，比较少去投资这一边的，因为有欧债的问题，哈、哦。那比较代表的，哈、哦，像这个俄罗斯已经慢慢崛起，哈、哦，俄罗斯也归在我们这个欧洲的这些股市，哈、哦。啊，另外比较大家耳熟能详是英国，哈、哦，这个伦敦啊时报指数，还有华国的啊。呃 股市以及德国法兰克福的股市啊，这些还有一些刚才讲这些新兴国家，像土耳其慢慢的崛起，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啊一些标的跟注意的资讯啊。另外就是我们亚洲的部分啊，亚洲的部分啊，包括这个呃最早开盘的这些澳洲啦、纽西兰，这个在啊我们九点开盘的时候都会澳洲股市啊，哦这个地球这个最东边的会出来，还有日经指数，从呃郑老师讲的，我们都会关心这个指数啊。 另外就是韩国股市好，那之后啊，这个十点左右，我们要关心这个大陆的这些股市，这些讲次啊，在未来我们都会跟同学一一的说明好，那这一部分呢、啊，就是所谓呃全球的重要的股市的部分，在我们教科书里面呢、啊，就是要把这个啊、呃、分为三大重要的股市。那这些呃个股跟各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表现呢、啊，都是在它的股市会跟你说的很清楚，因为我们这个股市啊，是各国经济的一个最重要先行指标跟它的橱窗。 因为这个网站还有个好处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好像这个所谓的一些啊、呃，比如說这个郑老师有介绍这些恐慌指数啦，还有这些波罗的海指数啊，哈，这些哈、哦、啊，最重要的哈，我们还有包括这些啊、呃，所谓的矿产、农业这些的东西啊，这些全球的投资都是啊，在这边可以观察到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刚才提到说，未来这个呃，所谓这些原料一定不会寂寞的，哈、哦，这些矿产原料啦，哦，我们这些黄金期货啦。 哦，这个金银铜铁啊，这些重要的金属啊、哦，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汇率的问题。我们全球化这个投资的很重要就是這个汇率的部分。那最重要是跟欧元兑美元，啊，这这个一一都在这边有呈现出来。好的，那我们以上做一个简单这个网络 StarQ 的一个网络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啊，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的一个啊证券投资。那我们啊。 提出了啊很多的一个啊呃产业的动向，你必须要有这些全球化的一些概念。那之后啊，你有这个嗅觉之后啊，你在这个新兴市场的投资啊，因为它毕竟是未来一个很主要的我们投资必须要的标的。我们分享了我们投资的的这个全球投资的三三法则等等方法。好、哦，那我们跟同学一起分享那希望同学能够继续加强我们这个国际金融的知识，加强我们这个总体经济的经。 这个这些知识，那我们未来能够在这个呃全球化的布局当中啊，获得很好的利润。啊，今天谢谢郑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说明，谢谢各位同学跟观众的收听，收看，谢谢。